老票房破亿，成为了2021年第三部破亿国片。而导演九把刀不止带着主演们请跑映后，还不停在社群网站上曝光各种幕后秘辛。一下曝光男主角柯震东跑宣传时吃不停，一下爆料电影中工时短又大牌的演员是他，还在网络上开启了王静 P 图大赛。九把刀曝光了这颗镜头，当时王静提议可以一边吃冰棒或是蛋卷，然后一边讲话来诠释，但因为现场买不到冰棒和蛋卷，决定到时候使用特效补上即可。不过电影中后来没有使用这颗镜头，省下特效费，结果到了九把刀的脸书上却演变成了网友 P 图大赛。看来电影票房再增加，九把刀应该会忍不住再曝光更多的电影幕后趣事，那就先谢谢导演喽。